这是 Pittsburgh 的 UPMC 大楼，它的整个外壳都是钢铁，steel tower，好高好高。Oh my god！Steel Tower，9:01。一个好短的距离里，看见了五座桥。没有人呢，好爽。觉得这里可以架起三脚架来自拍几张。敲钟，鸽子被吓飞了。回来了，好狼狈的样子。回去换件衣服，现在不冷了。今天早上去了，Pittsburgh 的北面这条河边上，这里走了一圈，这个几个桥下面，然后上了这个桥，拍了几张照片。中午呢，我自己会去 downtown 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地方去看一看。
下午看天气预报是多云，一直到日落的时候都是多云，所以会去南面这条河后面这个山，叫做 Mount Washington，这有一个 Grand View Overlook，希望能拍到日落时候的匹兹堡的全景。回 hotel 换了一身衣服，早上出去的时候太冷了，穿着羽绒服又拿了一大堆照相器材，所以好累。现在中午出去，天气也暖和一点，而且不用带大相机了，就比较轻松。这个 Pochette Matisse 很有用哦，装两个手机，还可以装一个 vlog camera，很喜欢。老弟，先出镜。这是 Market Square，蛮热闹的地方。1:35。两个司机聊起天来了。小熨斗楼。
跳舞。对了，我加了一件。下班的 traffic， 钢铁楼。看看，等一下太阳再低一点，光线可以怎么样？摄影师在这里架好相机了，等待着最好的光。看看今天有没有 luck。OK， 等一下吧，长焦拿出来拉一点，桥的特写。广角已经拍过。就在这个河边上，非常好的地方，蘸面包吃的。Pittsburgh 夜景。哦，我知道刚才那两个人说的，光的那个打在水里的倒影就是这个吗？这个墙也有倒影，好美啊！改天再用单反相机去拍。
再一圈，这个是 appetizer， 叫 Korean salmon poke。Sea bass.你还没有吃到累了。那么大一块，吃得完，吃不完。你爱吃，你要吃鱼皮吗？几分钟就日出了，东方已经又红又白了。迟迟不肯冒出来，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早上去 Mount Washington山顶上看日出，拍了几张日出，但是没有什么云，所以拍的不是很好。好冷呢，好冷好冷，穿了羽绒衣都冻得不行。回到酒店吃个早饭，化了个妆，现在呢中午再准备出去找中午饭吃，就不带相机了，太累了啊。给你们看看我们酒店下面长得什么样，看起来还是好冷的样子。对面就是这个 Steel Tower， 外面的结构全部是钢铁的。 OK， 那我
我现在要走下去了。差一点点就能看到日落那个方向，很红，但是看到那边。今天来 Pittsburgh 大学听音乐会晚上。这个披萨很好吃，很好吃。Masa也不错，是不是？稍微有点咸。